看的，不然为什么？漂亮吧？那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。那为什么今天是第二天？那我第一天就是因为跟家人发生冲突，然后心情不开心，所以就没拍了。没办法，不能带着不开心的那你们看的看吧。那今天的团是。缺氧车，对对，我到处是缺氧车。好，那是杨洋和校长啊。那杨洋就在我们学校里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到了会场。今天吃脱感觉很脏，今天就100块。我记得应该有。好，放在我的包包里面。没有就玩完喽。应该有了，我不想出门。那我们家到会场见。怎么了？我打蛋去了。一个爆炸。那昨天的事情，我会再额外拍一集 DWT 的问题，一起发生，哎，不要发生的事情经过好了，就当做补偿啊，补偿啊，额外拍。那那等一下，我等一下饼干要先放里面，你放在外面吗？等一下吗？缺氧，等一下会过来。然后今天能不能遇到两次罪恶？没遇到的话，会被别人打死，我会被我，我会被你奶奶骂到啊，到头去。昨天遇到居然没有拍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之后我就被你骂了，是。手怎么酸了？啊，另一只。不过龙阳空间应该也只能拍一集啊。没有，那刚才只是兴起，所以说刚刚看到我摇头就去了。发到了，居然接受了，终于，太帅了！这是江城吗？是不是？那我等一下找一个摄影师朋友啊。我来找你。我刚看到万茜，不行，我这副男子心要抽起来，这我会太苦了一点。那我们先去楼梯小坐一下，要不然没有地方放。对，会上有规定不能坐，最多不能坐久，坐太久的话我们会被赶走，几率很高吧？知道。
第一次来台中看，应该也不到第一次，第一次拍摄。让你加一个。所以我在想，让我们直接把它撕一个洞。你让我们不把它撕一个洞啊？还用咬的？好，上不下，没他。反正也不是太困难的啊。哪个？但是不能丢。想要去高速看一下，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遇到他呢？他说他今天也会来，那我等一下再告诉是哪谁哦。果然中午来比较好一点。接口子反应，这都这不合法，不拍。那主唱还在路上。干啥？干啥？是我啥？OK， 那我们先等道长过来哈。赶去蓝湾就把水带过来，我去。是尾巴的，我看到一只后尾。OK， 麦正。哇，在昨天那边等他们一下好了。那为什么我昨天不拍，也不能把不开心的情绪带给你们看啊？好的。感觉有点像这样子，算了，就别乱扔好了，免得要被打。那我们先等道长还有两人过来好了。等到他们来的时候，我都继续播。我先在这里等一下。OK， 我们回来。开始忙那个工作。然后我开始买完那个工作，对。对，我在录哦。录影啊。好。还有这个缺氧。我扫过。金光瑶，还有。哦。到。点音乐，哦，可能呢，会，点音乐，会，那我刚刚拍了不整个妆，等一下统一放结尾，要不然就是中午下班的无聊，中午下班的链接应该都会连接到我照片里面去。我觉得我这样还是服了，将来录结尾直接跳过。
好，你看我现在用的手是这样拿袋子手。那个牛奶糖好像有点难拿了。我已经有了。最后一个牛奶糖。谢谢。好。那洋洋是俄罗斯人哦。所以他口音可能会非常奇怪，所以你见谅一下。有些太我等一下。可以呀、啊，它是真刀，很有劲。真刀，对。它里面是。等下，那是哪里买的？一样，可是它是在大陆那边，是大陆内地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朋友帮我订的，单的。它有哦，跟我有。开封下去就得被抓了，然后被抓了。好漂亮啊 ！OK， 录吗？可以。超漂亮的。这件真的，不开封的。棒啊！他是我的道具师，然后他有做过这把。是没来得及做。快点，坐。真的，你这是出脚还是？降灾。也是这样。比较简单，我俩小时候分开都没来得及做。这把难做。对，就是说那把。这把纹路太多。我做的是可以分开旋转。真的。很好。那个很感谢。我想说，等一下我们就等个线线，我们可以拍个很久。线线。他还没来。我等下可以拍吗？我已经在查了，可以。本来是出线线的全勤。那当然，你们有福了。他在上海卡住了，现在都在卡。我是不能直接购买，我还要认识一个大陆的。我现在住在台中，就住在对面。然后还住在我认识的老板之中。哦，我们就是特意旅游，这样准备好了。我说那我们下次可以来约你，或者拍照。嗯，因为我住台北。我们也住台北啊？真的吗？是啊，然后我是完全住台中的。哦，我昨天是自己住，然后我朋友本来我，可是他可以，可以。明天晚上要叫红包。很严重。好，那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，拜拜。我们等下先录结尾。
很热气的。那这都只是西装，然后领带，然后再那个西装外套就 OK 了，然后再买个那个他那个假发，然后再带个那个恰那个鬼娃恰姐那个娃娃过来了，然后我就说他是长的，我听说他在这边，我用饼干代替，他在哪里？你是让他替问？我说他回去，我就说他回去台北了。回台北，我应该要找他的，他现在就要回台北了，没关系，等执行时间一到，我再问他，我再盘问他，他到底是去哪里了，是去干什么了。各位观众，倩倩疯啊！倩倩总算疯啊！